所以你升到最后面，它才会先辅助。哦，这是随便按的吧？你看有没有保战旗啊？啊！不要用，不要用，战旗而已啊。 继续会更好。当然更好，因为它会叫他直接跳到一级啊。我第一转就直接进来。一阵。啊，上面会有那个。这个明显就是完全告知。 要给就给了吧，是啊，就不是转，完全告知。这么钝呆，他会停住，停住就有期待度。哇！ 对啊。有。
抓着你呀、啊！一二三，顺呀！好哟。这样就直接 AD 了。哦，是哦。对，不用猜了。不用猜了。这也没什么用。AD 结束之后，你又会回到战旗。它就是一个循环啦。このまま一気に駆け上がる。没了。我正宗我也不熟，哈哈，这样就没了。Thank you.
左边的其他就是你看吧，你要看上面，看上面哦。25%，25%。看他给不给啊？我根本给不给。其实猜一二三，我觉得没什么用。哦，哎呦哎呦，快点动！
来才有机会。那个九十，然后我记得可以看继续率吧。哎、欸，好、啊，因为你插件没办法。插件看看。放下神剑，一波离开。放下猴子，我离开。要给就给了，没有，那是你，我相信他要给我就给了。不用讲这种话，他真的是自立，他就是没有得。有机会，他放得到最大就是。那六合太难猜了。会啊，我们中二才能给我猜到。我没抓到，因为他在保底里面啊，保底两次啊。哦。
来。